Gibson 係咩咧？哇，其實爸爸咧細細個嗰時咧，即係成日好中意玩遊戲機啦。你見爸爸屋企全部都係啲古代遊戲機，依部嘢堪稱係咧超級古董、超級值錢、超級最貴嘅遊戲機啦。當年咧依部機出咗嚟啦，風靡全世界，但係咧唔係個個有錢買。大家好啊，我係 Kason 哥啊，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可以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三二一次。今日介紹嘅就係 Gibson 係你嘅玩具。Gibson。系啦 ，Gibson 系咩咧？哇，其實爸爸咧細細個嗰時咧，即係成日好中意玩遊戲機啦。你見爸爸屋企全部都係啲古代遊戲機，依部嘢堪稱係咧超級古董、超級值錢、超級最貴嘅遊戲機啦。當年咧依部機出咗嚟啦，風靡全世界，但係咧唔係個個有錢買，點解？因為嗰時已經出幾千蚊一部噶啦 ，Kason 巴士咧都好似都冇唔夠錢買嘅，淨係買一邊嘅。你開俾大家睇。買咗咩？哦。呢就係 Gibson 啦，咁啊，佢有兩邊嘅，一部咧就叫 PC Engine 啊嘛，咁啊另一個就係 CD Wom 啦，咁啊 PC Engine 咧，我已經咧早前咧已經買咗噶啦，咁啊但係咧我心願咧係買翻個 CD Wom， 點解咧？因為個 CD Wom 咧就係當年嘅第一部 CD Wom， 以前咧冇 DVD 冇剩嘅，係聽錄音帶啊、cassette 帶嗰啲咧，即係以前冇 CD 嘅，點知咧日本仔一出勁啊！呢、这個就係 CD 喎嘛，係聽歌嘅 CD， 唔係睇 DVD 嘅 CD。嗰時咧，風魔又風魔啊，真係哇！全世界咧見到呢部嘢咧，就係開心到咧冇人有。咁啊即係而家咧有錢都買唔翻啊！但係咧 ，Kason 巴咧就周圍揾啦，揾翻童年回憶啦，咁啊揾到呢個嘢翻嚟啦。咁啊玩遊戲啦咁樣。咁啊如果玩 PC Engine 咧，就一張呢啲卡嘅咁樣啦，我都買咗幾個。你識嘅妖怪道中嘅啦，妖怪道中嘅同埋呢個咧好好笑嘅識放屁嘅人啦，同埋只 Batman 啦，咁啊同埋一隻街頭霸王啦，咁啊 CD 係咩嚟咧？就係、是、呢個啦，嚟開俾大家睇。當年咧，哇你都玩過喎，戰斧喺嗰個月光寶盒，嗱呢只戰斧 CD 又話唔係玩嘅。哦，即系唔系睇 DVD 啊？唔系播歌嘅咩？播歌同埋可以打機。戰斧嘅歌。唔系啊，成打機噶。咁唔系 PC Engine 都打機嘅。即系兩用咯，兩用咯。咁仲有部 PC Engine 啦，呢个迷你版。咁啊 ，PC Engine 咧就1987年出嘅啦。咁啊，过几年之后咧就出咗个 CD Wom 啦。咁啊，而家事不宜迟，试一试俾大家睇啊。CD Wom， 插落去。哎呀，呢、這個好殘啊！咁啊，玩呢啲咧，因為咧佢係冇 HDMI 線嘅，咁啊得個 AV 線啦，咁啊所以咧我哋準備咗個細電視，播俾整俾大家睇。好啦 ，Kason 播好啦。咁啊，其實如果你想玩 CD 嘅話咧，一定要有一張叫做 System 卡啊 ，CD Wom System 卡。咁啊，冇呢張卡咧就玩唔到噶呢張勁嘢啊！插落去，好啦，跟住咧，你幫我拎個戰斧出嚟啦，系啦，跟住咧就打開啦，放落去，好，跟住開綠色呢個掣，好啦，咁啊 system， 跟住咧撳掣啦 ，just a moment。呢度係撈緊㗎，好，哇得啦，耶、yeah, ！第一次撈到 CD 啊 ，CD 啊，好啦，呢個 game 啦，呢個 game 你玩過㗎，你試下，一個好殘嘅手掣啊，幫我抹過啊，好，咁 start 啊 ，start。通常咧咩掣都撳下咁樣嘅啫。戰斧，
揀人。通常都係揀呢個 Ultra。Start 你後邊，係呢個。One 嚟喎。係咩 ？One 啊？呢個有咩用？連打咯。佢話：佢問我呢個有咩用喎？依家連打嚟嘅，唔使用。貿易の中心地として栄え、その街並みは美しく、人は平和な日々を過ごしていた。唔記得。CD係撈耐啲嘅。啜啜啜聲係咪啊？哦，記唔記得呢只 game 啊？有絕招喎，記得好似跳咧，執俾我食，係啦。打佢，有寶物嘅呢個，可以行上噶嘛，上邊。跳上可以攞一隻壞人，可以跳打噶，撳右邊跳跟住打，打跟打。撇尾，撇尾。Go， 行上啲，行咗佢。喂，食鱗魚啦，打一個尾，係啦。呢個 PC Engine 嘅大作嚟嘅一個。打大佬 ，Yes sir， 嘟，好靠自己啊！死啦！啊，咁啊，呢個就係戰斧啦，試俾大家睇。呢下就係真係 CD room 嚟噶。咁啊，橫掂咧都開咗部機啦，俾你玩多個 game 咧，好好笑嘅呢只 game。等啊，好啦，就係呢只呢只屙屎遊戲。呢個咧就 PC Engine 咧最好玩最好笑嘅遊戲嚟嘅。我哋咧就熄咗喺度先啦，跟住掹咗 system 卡出嚟 ，system 跟住再入翻呢只嚟啦。依家咧就係用卡玩噶啦，唔係用 CD room 玩嘅。嗯，啊，你玩下頭先咩意思啊？咁樣殺，騙我。屙屎遊戲啊！係啊，好笑嘅屙屎遊戲。出發。哇！唔係人哋屙屎，嗱屙緊尿啊！見到有人喺度踢佢，屙尿啊！周街屙尿啊！跳，打。向上，哇！有個人喺度，出翻嚟，跳，打，食嘢，
屙到屎，小心啊！唔好话屎有毒噶，小心啊！哦，冇能源啦，唔打唔到跳佢，就系咁。Oh, yes sir。哎呀，我试俾你睇啦。好咋？食翻啲。系啊，由细玩到大呢啲真系。喂，我嗰阵时啊，喺间屙屎啊嗱，阿啰柚追你，哇！我喺度做咩咧？有笔喺度，放屁啊喂！哎，终于揾到出嚟啦！呢啲 hitting 嘅嘢 ，hitting 啦！放屁先，我终于谂到点放屁啦！放屁可唔可以打人啊？大镬！得喎，真系，我都唔记得咗添，死咯！這個跟就是這樣說了，好了，試完了，最後就試了一件事給大家看了，就是這個呢 CD 可以聽歌嘛，我就告訴你怎麼可以聽歌了，我們有一隻青春伴樂之前買的嘛，有沒有版權啊？當年呢大家沒有 CD 機的時候呢，就是拿這個聽歌而已，看看有一二三四批一就是這樣了，下一首吧，小時候就是用這個聽歌就是我們精神的食糧來的，知不知道，這樣就是這樣聽歌了，音質這麼差不行的，以前音質是很差的，我混合的，而家先勁啫嘛！當年嗱，靈魂伴侶啦，當年就係咪先？係啦，咁啊有版權啊 ，stop 咗佢啦，拜拜。好，好啦，咁啊，係咪對你嚟講咧，好似唔知咩嚟咁？但係對我嚟講咧，呢部機真係好勁啊！係啦，咁啊，點解會叫 Gibson 咧？你知唔知啊？因為其實因為咧，佢真係成一個 Gib 嚟噶，咁擺喺度咧。跟住咧，好似揸住個 Gib 咯，要行街咁樣。Gibson， 揸住啊！啊，點解當年叫 Gibson 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向呢邊，向呢邊。抹過未㗎？啊啊，抹過啦，抹過。好啦。啊，好啦，咁啊，呢個就係 PC Engine 嘅 Gibson。好，呢個 PC Engine 嘅 Gibson 就係咁多啦，翻工啦，多謝大家收，拜拜。拜拜。Kids and go, kids and bye, 滿載笑聲快。